法执掌大权。但我不是人类。他不是人类。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主播是富二代，我富不富二代我也满足。我这多好啊，我也不用出去干活，我每天早上起来我这是直个播，下播以后我想干嘛就干嘛，多好啊，怎么不满足呢？唯一不满足的是什么？现在这个疫情还能不能过去了？能不能别传染了？全军出击。得看国外，国外都变异了。犯下的罪名再说一遍，我就会告诉你胜利的。掏你的鸟，没掏着，平 A 啊，平 A 平 A， 我掏你的鸟，嘘，平 A 平 A。回想起来，他们还叫我瘸子。想起来，他们叫我瘸子。哎你一下，哎你一下，掏你的鸟，爬不了西，炸！无视了纪律，掏你的鸟，爬不了西，炸！平 A 接炸，接平 A， 这人二级居然学 W 呢，我都没想到。平 A， 掏你的鸟！我的炮车，我操你猴子的，我的炮车！别给我点，我征服这满城，你给我点什么？我掏你的鸟 ！W 七炸点人。这刀给你补的，补刀不重要。我听到他们在喊我的名字，这样的遗言未免太过轻率了。掏你的鸟！放，来人了！我们征服者一直 A。不下，余下众人的权力，就此夺取主动。最近这乌鸦的 E 技能啊，仿佛是命中率是有点低了。炸！平 A， 平 A。平 A， 平 A。对，你就一直让我 A 啊！慷慨的赴死吧！掏，七 W 炸，吃小饼干。平 A。平 A 掏，平 A， 平 A， 平 A， 炸平 A 闪现，他妈荡妇二连，你妹的！
没办法，我试试能不能给他换了。我最讨厌打盖伦，我发现我拿着乌鸦，因为回回杀着盖伦都剩一身血。所以说从现在开始我决定啊，我不会再死一次，我不会再狼一点。其实我们刚才呀就应该回家，你知道吗？他都回过一次家出来了跟我们打的。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死一次。非要速死，而且我的补刀会非常的好。没蓝了！哎呀，哎，他怎么生了呢？他生的真的运气好好啊！不过不是狼了，他升级了。那小兵死了，他升级了。我操了，这运气！这也能生？这波可不叫狼，我们可没狼，这只能是他说是他运气好。不过我遗失的章节了。有了章节，我们的蓝就够用了。炸！掏！大平美皆大，踢死梦岩搁下路呢，这边中路不见了，但我估计啊也搁下路呢，因为他的助攻里边有劫。还被我炸一下，哎！这多少钱呢？1600。这把我们不假嗨。哭的啥呀？裸振奋。
我想骂人行不行？我能不能骂一下人？我想发泄一下。算了，长得素质挺不好的，拉倒。我交闪。谁的大招？往哪飞？往中路飞。我以为往我这飞了呢。闭麦骂人吧，行，闭麦。我骂完了，谢谢。为什么好多人叫喝你？我好了，炸逃回来，打不了西炸，平 A 平 A 炸平 A 平 A 炸平 A 平 A 平 A 套点盐，我也确实没什么蓝，炸正好收五个兵，挺好。这波劫来了，我们是必死的。蓝不够这英雄，乌鸦要不费蓝，我说实话这个英雄应该是 T0 级别的。或者就不应该有这种就是不需要蓝量的英雄，太不公平了。凭什么他这英雄他不需要蓝量，他不需要去想我的蓝到底应该怎么办。出大天使，关键没有大天使的格子，而且我们往后边打不，不会说是没蓝。我赶紧去打个蓝 buff 去，这样我们就有蓝了。如果他们知道一点，啊，劣势型啊，不过无所谓，我们等于无敌。炸着了，好一下，炸一下平呗，再炸平呗，掏回来。哎，有助攻，14分钟上路给盖伦收吧。推中，波比，我炸他一波。没蓝，打小龙。为什么不回家呀？闪现炸点盐 ，A 偷炸，
不了。炸！接炸！滑不溜！来，我炸！漂亮！怎么有助攻呢？为啥会有助攻啊？打小龙来。我也没打着那劫呀，炸偷袭，炸走了走了，小可爱啊，一会儿我们就变大。我看到的越多，就发掘潜藏的东西。美甲窃魂卷。有毒的伤口依旧作痛，那是动物的提醒。我说的是他给我变大。下来跟我把这锤石波比杀了，上路这一波咱就不去了啊，看能不能炸着吧，往下路拆了，生必可少。哎呦，有蓝，漂亮啊！赶紧去打个蓝去！快快快快快！这蓝 buff 可太重要了，炸！直接偷回来，吸接炸接大，往前追炸，还往回偷炸接炸炸炸平 A A 接炸，美甲窃魂卷19层。拿下，炸一炸炸两，炸平 A 点燃，偷回来 W 吸炸接炸平 A， A 接偷回来吸接炸接平 A， 接平 A 接炸炸接偷，无敌了，这钉还没用呢，谁能让我用个钉呢？平 A， 平 A 接炸接平 A， 是不是觉得自己挺幼的？快点，小可爱过来，来让我变大。炸平 A 偷 ，A 接炸。偷回来 ，W 的虚炸。你这有点变得大的有点快了啊！炸平 A 刀接钉，
炸闪现，平 A 炸街炸街掏，接 W 牛居然没掏着，炸掏。终于我们的钉给用了，我可以回家出装的。猫的差300，好像能直接除。800，我们盯。下路可以推，决定总会带来后果。露露记得给我变大啊，掏回来，炸，炸平 A， 平 A W 炸，接掏，接炸，炸平 A， 我这都没掉血，给我大干嘛呀？W 炸，小炮居然一下都不往上走，那有个超级兵去上路了，这不杀他俩？炸点炎，哇！真的变成乌鸦了呀，鸟头。